总经理，我爱你。谢谢，谢谢徐总经理，举办这么有意义的爱天使活动，见面所有夜光天使的这些学生们、那来办理一个岁末的团体餐会。那这个活动我们要特别感谢丰台徐总经理，跟他的一些好朋友共同这个出钱出力来筹办这样的一个活动。今年已经是第二年来办理，所有的小朋友都非常的开心。最主要的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这些弱势的小朋友能够有一个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这样的一个时光，也能够激励我们夜光天使所有的老师校长能够对小朋友的关怀跟爱。我觉得如果我们有心有余力的话，我们可以为基层的小朋友办一些活动，然后给他多了一些能量，正面的能量，那等于是为我们国家未来的幼苗注入一股新的一个观念跟想法，那是正面跟健康的。那我希望我们能够市井小民能够为国家为社会为我们未来主人能够做的就是这些，这就是我内心的发愿。你写这个是同样你写的，你写的更好。